Hello 各位，我是即即啊，多谢你订阅我。不过我把声今日唔系几好听，失咗声，所以辛苦大家啦。因为我哋平日嚟 U 好摩呢间餐厅啊，所以咧佢有啲主食咧系有半价噶。我都讲唔到咁多啦，不如今次就去片啦。呢一个肥猪肉就系叫做烧云饭啦，我哋觉得佢个汁真系好啱送饭啊。嚟紧呢个咧就叫做手撕猪肉配烤饼，不过我哋觉得佢有啲干柴柴。跟住呢个咧就系蟹肉芝士披萨，味道几好，不过份量就细咗啲咯。最后一个咧就系挪威三文鱼意大利粉，中规中矩啦，同出面食嘅意粉都系差唔多。今餐咧我哋三个人食 ，total 食咗成400几蚊，如果冇半价就冇咁抵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啲即即周围食嘅生活短片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赞好同留言下条片，再见，拜拜。